我此次前来，是为了办点私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吃完了，先走了。 云月，你我必定会沙场相见，躲不掉的。到时候你不用再顾及我。静儿，平心而论，如果他日我们真在沙场相逢的话，你会砍下我的头吗？ 我不会杀你，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击败你。是吗？可我做不到。人生在世，如身处荆棘之处。 心不动，则人不妄动；不动，则不伤。如心动，人则妄动，伤其身，痛其骨，身受世间诸般痛楚。不动，则不伤吗？ 那我早已被荆棘刺穿了。
我哪儿也不去，哪儿也不去。青儿，莲花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。殿下，冰面太脆弱，不能再伤人了。